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六大角色技能统统公开，娇羞无大，首个双玩法角色进卡池，崩坏星穹铁道，留影有新衣。 2.3 测试服已开，台词数量统计，翡翠排名第一，惊现差分宇宙。飞霄最近在为新角色里面的热度可谓是一时无两，特别受关注，主要还是有就公开了他是 2.0 版本的第二打 C 位，毕竟在崩铁里面都看重输出，而有关其技能组都有好多传言。景点舅舅不但爆出了飞霄的部分机制，另外还公开了其他六个为新角色相关技能，下面我们来详细看看。首先就是飞霄，武器是枪刀，消耗子弹追击，追击以消刃为主，不过占比相对比较低，并且没有 DOT， 还是以打直伤为主。之前的击破追击 DOT 打法传言不攻自破，而且和波提欧一样，同样能强化战技。接下来是云里和娇秋，其实这两个大家看看就好，毕竟过两天就可以看到测试服的数据了。云里机制跟之前透露的一致，还是叠层建议然后反击，不过这次多了一回合给队友减伤。而娇秋除了减防之外，还提到了具有追击能力。接着是灵沙，量子虚无角色，战技创造召唤物给敌人施加击破一伤 debuff，大招同样可以给敌人减防。有传言灵沙是个木偶，估计有点类似雪衣那样。莫泽的话消息只有一句话，不能挂弱点的雷系击破系，又是一个围绕击破设计的角色。最后一个就是星命图的三月七，可以给怪物挂虚数弱点，三月七可以有两种玩法，直伤和击破，就看玩家自己的选择。是策划首个尝试同一角色，不官方已经发布 2.3 版本游戏更新时间，玩家可以提前预下载 PC 端 21.30GB， 方便玩家进入游戏尽早体验匹诺康尼的最后篇章。随着预下载的开启，测试服那边的消息也来了，正式版本将会在6月18日放出，各位可以蹲一下后续内容。这里先收集了一些有关 2.3 版本的文本消息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给大家看一张流萤的十连签到图，之前一直有玩家吐槽官方在前战中使用角色例会当十连图，这次打脸了，流萤有星图，后面还有萨姆，真非常帅。抽取欲望提升 2.3 台词数量相关，尼可大佬已经给大家整理好了，其中文本最多的角色竟然是翡翠，然后则是三月七、流萤，其次知更鸟。有意思的是差分宇宙竟然还有文本，值得注意的是星期日的文本共有八个，但不要着急，虽然能够看到星期日的消息很开心，但也有可能是留言或者是一些回忆，具体还要看剧情安排。有关剧情方面的信息就不提前透露给大家，毕竟作为 2.3 版本的关键部分，还需要玩家亲自去感受一下，不知官方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。最后来看一下大月卡新头像，流萤的全新时装看起来有点像军装，侧面还有小披风。